一妹，做咱的大家，甲我斗阵向前行，向自由行，向民主行。有时阵，选择无顾虑金钱，是因为咱相信民主甲正义。在当权者的高压统治之下，因犹原团结坚持。虽然孤单，但历史证明，因是对的，而且因也做到。即马保护台湾民主的任务，咱必须勇敢承担。二十四点钟的静坐，反对戒严版本的集会游行法。五月十七，台北凯达格兰大道，和咱做伙展现力量，再写历史。